我到了指纹的上面，你的指纹如果在这个上面，也不见得一定就是你犯罪。所以我们这个证据有很多，我们把这个证据，所有的证据把它收拢起来，很简单的，这个是经验法则。他们确确实实犯了这个罪，绝对错不了。那你这样二十几年每次一直来罚？对啊，我这个案子里面有三个人，两个人他不来了，执行完了。不是被害者，被害者，他们不愿意来面对这些凶悍的这些暴徒，我愿意，我不是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不是为了我个人，因为我小孩子已经死掉了，什么东西都是零了，没有用了。我今天是为了要正义，我替我们这个社会上做事情，我替各位你们的小孩子我在做一件事情，不要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了。这是我现在在做的，我小孩子死掉，我现在我为什么每个月跑这个量来开庭呢？为什么我同样的受害人他们不愿意来呢？每一个人都要想办法制裁这个犯罪，我们台湾的治安才会好。如果大家都在和稀泥，在听那些人权分子在那边讲这个讲那个。